对位。就这个首发的变化呢，我觉得是广东队呢跟常规赛是不一样，常其实都是打的他们最强的这个点。好球，好球。这个球呢是一个快速的阵地进攻，他的这个看家本领。对。我们先来看这最后一攻吧，看赵睿打赵宇维，用自己的身体强度去强吃赵继伟，对，提升在季后赛36%的命中率。哈德森都不敢动，其实周鹏刚才如果打呢应该会收效不错啊，其实可以往上线传，对，这再给有点晚了，李晓旭补过来，这次的防守出现了犯规，不错。周鹏现在应该是12分了，一点没歇。分球再往下给外线的机会，赵睿命中了正面的3分，场他是有点令人失望。对，第四场的时候是找回了状态，第四场也赢在他手里了。知道是变了一个防守啊，在对手的这个暂停之后变了一个防守，看看赵睿强突，哇，真厉害！是，这下是不单过掉了上线的后卫，而且是顶开了下线补过来的李晓旭，对，头一次。95比。